朋友们，你们都要成功减肥，但是我们出差每天品牌方招待的这么好啊，要减肥也是比较难减的。来，我们82年的西瓜汁干一杯。哦、祝减祝成功，多吃点，然后减肥成功。减肥成功。嗯，小美也加油，成功啊！虽然美食好吃，但是减肥还是要减的。是的，因为你看螺蛳粉常常换，嫌你有点胖，是吧？潮汕的那个那一场那个常换。其实也委婉地表达了哈这个问题，我太难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觉得呢？你要是解下来的话，我估计我们粉丝都好多人会倒追你的，是吧？有没有喜欢成功的？来扣个一好，评论区，然后到时候把成功许配给你们哈。一个就够了，还许配给他们这么多。小美最近在减肥呢，真的晚餐都没吃。有初见成效，有一点效果。有一点效果啊，她是6点以后不吃东西是吧？要肉肉，要肉肉，有肉肉，真的是。现在就是无肉不欢了，这家。不着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减肥，我要开始干饭了。小轩，我们都吃好了，叔叔都吃好了，你还没吃好呀？现在是要叔叔减肥，以后让你减肥了啊！臭爸爸，臭爸爸，臭爸爸，臭爸爸！你看你们两个在对骂啊！臭小子！叫阿美，大一点，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你要叫妈妈好不好？叫阿美，叫吞吞姐，吞吞姐。咦，脏死了！我的天，你妈个脏的手！哎呦，阿美，等下回去这衣服看能不能洗干净啊？肯定能洗干净啊！不洗干净又废了这衣服。看看看看，这衣服还能洗干净吗？还能洗干净啊？回去你自己洗好不好？走了，回去了。陈哥还要吃啊，少吃点肉。不吃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们都吃饱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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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吃了不吃了。一回来就玩泡泡啦！衣服了，你这么脏，妈妈给你洗啊！自己洗好不好？那你脱掉，小学自己洗衣服啊！看能不能洗干净这么脏的衣服，都干了，这个西瓜汁。然后弄湿，然后再倒一点，好不好啦？多少？多少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迫不及待要自己洗。赶快洗啊！你要搓一下，搓。爸爸帮你洗好不好？自己洗啊。好的，你努力洗吧。西瓜汁都能洗干净吗？能洗干净。那挺厉害，那很厉害。搓一下就可以。你看，全是泡泡喽。泡泡浴，小姐。两个女人抢着洗衣服，老肖就太幸福了，我就在旁边吆喝一下就行了。小七月好棒，小美好棒。你看西瓜汁是很难洗的，它再也能搓一搓就干净。小圈你一个人洗啊，爸爸妈妈睡觉了哈，拜拜。洗衣服洗着洗着变成洗自己了，哎呀，随他玩吧，不理他了。你有个好女儿嘞，以后衣服都不用你洗了。在那里玩水了。去吧，你去给他洗个澡吧，兄弟。冲一下，让他玩尽兴吧。等下我去医院，不要不要不要了。行吧。洗好了。嗯。好干净啊，洗的。随便搓了一下。对，小七还顺便洗了个澡。好了。玩的开心的不得了。我们要准备睡觉了。来，小七拜拜啦，跟大家说拜拜。你们睡吧，我还要玩。